先调六弦，我们弹一下六弦，六弦要调到 E 这个字母，调音器上面显示的是 D， 那么我们把弦钮旋紧一点，然后再弹，直到出现 E 变成绿色为止。像这样六弦的音就调准了，然后我们来调一下五弦，五弦要调到 A， 那么好，我们调到 A 并且变成绿色就准了。然后我们调四弦，把四弦调到 D 并且显示绿色就可以了，像这样子就调好了。那么我们来调一下三弦，我们弹一下三弦啊，一直把它调到 G 这个字母变成绿色就可以了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调一下二弦，我们弹一下二弦，二弦调到 B， 然后并且变成绿色就可以了。最后我们调一下一弦，一弦要调到 E， 并且变成绿色就可以了。琴弦全部调好了。